因果报应的四个特点和四个级别。一提到因果报应，人们就会想起佛陀和太上老君。其实因果报应是宇宙的自然法则，跟你信不信因果、信不信佛道无关。儒释道圣贤并没有制定因果法则，他们讲明这个道理是为了让你学会保护自己，在人间少受伤害。因果报应有四个主要特点。第一，因小果大。你种一棵树，种子很小，十几年以后长成参天大树，就是因小果大的例子。人心里的念头小得看不见，但一切言行都起源于那个小念头。你每时每刻心念蠢动，言行造作，日积月累，几十年以后就会出现很大的果报。第二，秋后算账。果报的降临需要时间，所以不能看一时一事。你春天播下的种子必须等到秋后才见分晓啊。人生的春播在青少年，培植在壮年，秋收在中老年。这就是为什么四五十岁以后有不少人会得一两场大病。年轻时的个性张狂，包括一些无心错，都会在人生的秋天算一笔总账。如果能熬过去，不再造作新的业因，七八十岁以后一般不会有大的疾患。第三，因果通三世。人生的一切境遇都是累世累劫以来的自作自受，谁也替代不了。因而降生到人间就是果报。如果前世只有善因，投生地在天国，那个世界没有疾病和贫富，是100%的心想事成。人间善恶夹杂，凶多吉少，有瘟疫、饥荒、战争，还有地震、海啸、水火、风灾，这些都是共业显现的三世因果。有的好人受苦，是前世的恶因，恶报消尽，就会迎来黎明的曙光。有的恶人享福，是前世的善因，福报消尽，就会陷入苦难的黑暗。第四，人不报天报。人间的善恶报应分为两级管理。第一是看得见的社会法律，主要负责管理人的言行。第二是看不见的天道神明，主要负责管理人的心念。一些意料中的必然事件属于人报，比如你酒后开车或者挪用公款，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一些意外的事故突如其来，看上去不合逻辑，其实都是天报。天地无言，不会做任何解释，但对人的起心动念清清楚楚，善报恶报绝无任何差错。我们正在经历的疫情大流行是毫无疑问的天谴，病毒是看不见的敌人，也就是古人讲的天兵天将。人类无休止的欲望和不必要的消费，给大自然母亲造成很大的苦难。物极必反是宇宙的规律，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完全相等的。过去的瘟疫规模比现在小得多，因为过去的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没有现在这样严重啊。天报的轻重程度分为四个级别，第一是亏财，第二是遭灾，第三是得病，第四是丢命。从因果的原理来看，最轻的第一级报应是亏钱，比如股票跌、收入减等等。财是身外之物，相当于初步的警告。如果你执迷不悟，次等的第二报应是遭灾，更大的财产损失或者身体的伤残。较重的第三级报应是得病。疾病是恶魔给你的一幅贴身枷锁，
跟自我监禁差不多。全球大瘟疫几年不退，高峰一波接一波，几十亿人被软禁在家中，是非常明显的共业所感。你看疫情严重的国家都有惊人的贫富差距，因为心地不善，体制失德啊。最重的第四级报应是丢命。天地慈悲，明察秋毫，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会拿出最后的惩罚。按照太上老君的教导，恶有一二三四五，老天都会手下留情，只有到了十恶不赦的程度才会夺命。有的人听到这里很沮丧，觉得自己是一个可怜的幸存者，亏过财，遭过灾，得过病，只是把小命给保住了。恭喜你呀，古人又讲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那些悲惨的经历把所有的业障都消掉了，如果能从苦难中吸取教训，断除恶因，改过自新，晚年会有享不尽的福报。